每一年我都会洗一次年度大澡，不是我没有在洗澡，不是很想赚了，这样会不会出事啊？这样乱讲。你好，我是慈修，欢迎收看 LTV， 这里有一个扭蛋机，我要开始扭喽。我看到一个糖果，代表我不用回答问题，算了。这个就是那个我小时候去中医的时候都会有的那个。长一个很像花瓣的样子，梅金仙扎果，酷哦！我看到问题了，酷哦！社长大人洗澡会唱什么歌？想不到吧？不是我没有在洗澡，是我洗澡的时候不会唱歌的。但是呢，每一年我都会洗一次年度大澡，然后那一次年度大澡，我会自己有主席请就位，我会自己开始，然后我跟我妈说，我等一下就要洗两个小时的澡，我会邀请嘉宾参与，随机打电话给一个朋友，他就必须接，不然我就一直打，然后就接起来，然后就听到我在洗澡，然后我就说你是今年的嘉宾，酷哦，我拿一个乐高小人，超可爱的，他看起来是修火箭的人，超酷，他旁边有一个小火箭。上面还写 NASA， 火箭就是这样子组成的，一个头，一个中间，一个下面，你就可以做出一个火箭。谢喽，好爽，希望一直转到这种。可惜又是个问题，不是很想转了。需要帮忙吗？不需要的，需要的，不好意思。密海湾精品露营车，那个被子啦。哦。说可以兑换，跟白痴公主拍影片和跟唐老师直播哪个比较酷？当然是都很酷啊，是这种陷阱题，差点出事。再来回答一个问题，信义区市中心哦没有，不能说酷哦，跟不能吃麦克鸡块会选哪个？当然是不，等一下，所以我是选不能吃麦克鸡块。等一下，那会不会？出事啊！这样乱讲，不能说酷哦，不能说麦克，不能吃麦克鸡块，因为酷哦，我真的太常用了，太好用了。你不知道讲什么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用。哦，想知道你的吉他带有没有除了吉他以外的东西？嗯，要看是哪一个吉他带。如果是我用最久的那个的话，里面会有吃过的喉糖，用过的卫生纸，压爆的东西，反正还有很多很酷的东西，酷哦！好险，刚刚是选不能吃麦克鸡块，你看现在马上就可以讲酷哦了吧？不知道讲什么的时候，酷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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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以上是慈修的扭蛋机，请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。酷哦。